当知无根，物令放矣。若于无欲，譬如牧牛之人，执杖视之，不令纵矣。汉人妙家要生无根，配为无欲，想无压盘，不可治也。说说你们各位比丘，宜能住戒，要一定啊能住于这个清净的戒律，当知五根，你应该啊制止你的五根啊，五根就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根呢你应该啊好好管着它啊，好好啊控制着他，不能放逸啊，不要令他不守规矩。眼睛不是非彩，而不听恶言声，舌不尝这个香味啊，那么身不贪那个储尘，物欲五欲，不要啊啊随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所转，不要随这个财色名食睡所摇动。譬如牧牛之人，好像一个放牛的一个人，执杖视之，拿着这个一个放牛的这个杖啊，或者是鞭子，看着这个牛，不令纵逸，不令这个牛跑了，犯人苗家去啊，把人家的苗家给吃了。要纵五根呢、啊，你要是啊放纵不守这个规矩，也不能控制这个五根，非为五欲啊，想无压判。不单这个财色名食睡和这个财声香味触啊没有边际啊，那么样子啊不可呀控制，就是啊这个你就是啊想控制也没有法子控制，因为啊你纵这个五根了，不令他呀守规矩。阿玛会配置相当性的道理空间，不非劫贼，不止一事，无根贼祸，殃及为事，危害甚长，不可不善。是故知者视而不随，视之不及，不令纵逸，假令纵之，皆于纵逸而已。这说这个眼耳鼻舌身呢，这五根
不可以呀、啊，令他放弃，令他随随便便的不守规矩。如果你不守规矩的话，不仅仅呢，这个五欲，将乌鸦叛的这个没有边际，我们贪而无厌，你也没有他的控制，这是说的这个法。下边呢说这个底辟，辟什么呢？一入恶马呀，就好像呢这个不守规矩这种野马一样，这种野马呀，它常常做害群之马，不以配牵配置啊，如果不用这个缰绳来牵制着它，相当千人对于堕于坑陷的，他就会呀、啊、把这个人呢牵到这个坑里边去啊，或者做这个堕落到这个海里边啊。入被劫贼呀、啊，也就好像啊被这个贼呀、啊，来抢东西一样。可是啊，被贼劫，被贼来打劫呀、啊，苦止一世啊。这个种苦啊，是这一生就可以受了了，受不会长远。无根贼祸啊，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意，你把眼被财尘所转，耳就被声尘所转，鼻被香尘所转，舌被味尘所转，身就被楚尘所转，这种的五根这种贼害呀，即殃积累世，他呀连累你的生生世世啊，没有完的时候，这种的祸殃啊，是不知道有多久，危害甚重啊！你要是知情纵欲，被这个五尘的境界所转呢，这种的害处啊是非常之远的啊，累世啊危害啊甚重啊，它啊非常的重，不可不慎的。所以因为这个俺们人呢，不可被这个六尘境界所转啊，一念不生全体一现，六根互动是背云遮啊，要特别谨慎。是故因为这个，所以智者呀智而不随，这有智慧的人呢，能控制这个五根和五尘的境界和这个五欲的境界，可能控制的啊，不随这个五根五欲的境界所转，吃之入贼呀 啊吃手刀啊，这种的功夫啊，就像防备贼人呢、啊、一样的，不论众意，不论这个五根和这个五欲呀、啊，和这个五欲呀、啊，众意啊，放纵起来，或者不守规矩，假令众之，
假使啊，要是暂时间动它的时候，皆已不久啊，也不会啊令它支动太久的啊，但不久啊就渐起磨灭，就令啊这种的妄想，这种的不守规矩的思想就没有了，磨灭就是熄灭了。我跟着性质心悲气足，是故汝等当好至亲，心之可谓甚于毒蛇，多受怨贼大火月衣，不足于也。譬如有人手指密气，动转清燥，半关于密不见深坑，譬如狂象乌沟猿猴，得树藤药，若之难可，紧之当急，措之。紧之当急，措之。无论放逸，正死心者，放人善事，这是一处无事不办，事不宜久，当勤精进。这副如心，这一段经文是说的这个欲放逸苦，这是那么人有烦恼，有贪心，有嗔心，有痴心，都是因为啊有这个欲，你要把这个欲减轻了，一切烦恼也就都啊少了。所以说这个欲放逸苦，这是个苦对治，要想方法来对治这个欲放逸苦。此五根者，就说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心为气足，这五根眼耳鼻舌身，它不能自主，由这个我们人的心呢来主持其事，来控制这个五根。所以啊，你们各位比丘当好至心，应该要好好的降服其心，要把这个心制住。心之可畏啊，我们人呢造罪业，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都因为心里头没有定力，所以啊随这个警戒转，甚于毒蛇呀。这个心呢可怕，也就好像毒蛇那么可怕，因为它你一不小心就被它咬死了，
爷这个心里可怕，爷啊好像啊这个恶兽那么样可怕，爷随时啊可以咬死人。这个心的可怕又像啊这个怨贼似的，怨贼和你有仇怨啊，这种贼一样的。大火呀，月意，你呀，心里你着了大火了，这个爷儿离舍身呢，也都不守规矩了，未足与也。就是前边所说这个毒蛇猛兽啊，怨贼呀，大火、月意。都不能啊完全比喻清楚了这个这个心的这种厉害。譬如有人呢譬如啊现在有个人手指密气，手里啊拿着这个倒蜂蜜的这种器皿，重点轻倒那么一举一动啊都很轻躁的不稳定，但观于密啊，这个人呢只知道啊这个眼睛看着这个蜜看着这个蜜糖，不见深坑，还没看见呢这个道前面就有深坑又譬如什么呢？譬如一个狂象，喝醉酒的象，无钩，没有啊，人用这个钩子钩的这个狂象，猿猴得树，又好像这个猿猴啊得到一棵树，双，钓之。难可紧致那么钓药啊难可紧致不容易管，不容易砍戳它不容易控制，当即戳之，你啊要赶快的把它降服了它，无论放逸啊，你不要令这个心里啊不守规矩放逸了，纵此心者你要放逸这个心呢放人善事啊丧失了人这个善的事情，至于一处咱们这个心呢要能把它控制到一个地方无事不办所以啊咱们要能至心一处，就办什么事情呢都能办得到了是不比丘啊，因为这个所以你们各位这个出家的比丘当勤精进的应该啊勤修这个精进的这法门调折服如心的折服啊你这个众生这种狂心野性，你应该把它折服的吧。这个佛说呀、汝等比丘，虽然说是比丘，这是啊也包括优婆塞、优婆夷都在内，比丘是梵语，梵语啊成中文有三种的意思。第一呢就是骑士，骑士是上骑法与诸佛以养慧，下其实于众生以养舍身，
所以叫骑士。这个骑士啊，就是托钵其实，那么次第啊，去化灾去，在这个暹罗缅甸西兰，这个比丘啊，他一早前就去拖着钵到每一个家庭里去啊，化缘化灾饭来吃。嗯，这个说是化灾饭，可是啊，这个司主布施给什么东西他们都吃，布施给肉他就吃肉，布施给鱼他就吃鱼，因为这个是旁人布施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呀、啊、想要吃这个东西。如果自己想要吃这个东西，去会就要到那个有钱的家里化这个这种肉啊鱼啊，这就是贪心。所以这个比丘啊，第一个意思就叫骑士，士就是啊，也是士能工商官的这个士。第二个意思啊，叫布摩。这个魔王见到比丘啊，听到比丘这个名字就怕了。这是在比丘受比丘戒的时候，登比丘坛，那个三师齐正在那儿、啊、做结摩的时候，就问他说，如已发菩提心法，说你一定发菩提心了吗？他说已发菩提心。说如是丈夫否？你是不是一个大丈夫？他说是大丈夫。就在这个问结摩的时候，这叫结摩，问这个这么问他的时候，咱们这个夜叉鬼，这个地形的夜叉呀，就去报告这空行的夜叉。夜叉鬼呀，有在地上行的夜叉，又有空行的夜叉。这空行的夜叉呀，就又去报告给这个天魔。这天魔啊，听见有人发菩提心了，有人呢要做大丈夫，他就恐怖了。他恐怖什么呢？他心里就想啊，我这个魔王的眷属啊又少了一个，这个佛的眷属呢现在又多了一个。于是乎啊，他就恐惧了，就害怕了。因为这样子，所以啊，这个比丘就有一个名字叫布摩。布就是恐怖的布，魔王啊就恐惧了。那么第三呢，就叫破额。破什么额呢？就破这个烦恼的额。我们人有烦恼啊，在我们自己这个身上跟着我们跑，这个烦恼啊就是罪恶的一个源流。我们要没有烦恼了，就没有罪恶了。我们造种种的罪呀、啊、都因为生烦恼。
所以我们要能把烦恼没有了，这罪业也就得消除了。所以啊，第三个名字就叫破厄。因为有这么三个意思，所以翻译的时候也就不翻译它，还保留这个梵音叫比丘，这是比丘的意思。受诸饮食，受诸饮食啊，就受人供养的时候，人家供养那个斋差，这时候因为这个斋主供养啊，你来也吃这个斋饭，当入服药啊，就应该呀、好像那个吃药似的，好像吃药似的。在出家人呢吃饭的时候有三念，有五观，所以三心不了，水难消，五观绕明，今也化。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尤其我们修道的人呢，不要净打妄想，不打过去的妄想，不打现在的妄想，不打未来的妄想，三心了不可得啊！你三心要不了，你没有能啊把先这个三心置之一处，前边不说置之一处不是不办，把这个心置的什么念头也都没有了，一个妄念也没有了，置到一处了，置到一处啊，没有事情啊，没有办完的了，都办完了，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了，做什么都做完毕了，再不会有来生了。这是三心，这个三心也代表三念。这三念是什么呢？就是愿断一切恶。第一的念呢，就是我愿意断了所有的一切的恶，我不能啊在这个修道的里头啊加着这个不善的念头，所以愿断一切恶。第二念呢，就是说的愿修一切善，这两句呢也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第三念呢，要说我愿度一切众生，愿意啊把所有的众生都度明白了，令他们都明白佛法，这愿修一切善。第三念呢，这是度一切众生，我发誓愿呢普度一切的众生。这是出家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应该呀观想这三念，你观想这个三念，所以呀就不打其他的妄想，什么妄想也没有了，所以说三心不了，水难消，五观绕明，心也化，那个五种的观想。出家吃饭的时候，所以啊不讲话，是散心杂话，信思难消。本来说的佛智比丘，十存五观，那么这出家在家人呢，都大
很多人在一起可以改成呢佛智吃食，佛智啊吃饭的时候，十乘五官要啊观这个五官，五官是这个果崔，你记得五官是什么吗？他有能耐啊，一济公多少，量比来处。第一呀、啊，要算计算计自己的功德有多少啊。那么又是这个米呀、啊，这个粮食用了多少功啊，自己有多少功德受人家的供养。那么这一粒米呀、啊，经过能服的多少这个功夫，才能有这一粒米？你好像春天种下去，人呢又要在中国这个旧古老的方法，就先种下去，然后又把用锄头把它铲了它。把那个草啊都铲去，铲完了又用篱笆把它趟上去，这是一遍了。那么过了十多天二十多天，这个草又长出了，他又用锄头把它铲它一遍，铲完了又趟了。这个每这个种田呢要铲三遍趟三遍啊，你看这费多少人工啊。那么所以古来又说锄禾日当午啊，那个铲地，锄禾就铲地，日当午，这个太阳啊正在中午的时候非常的炎热啊，汗滴禾下土，出的这个汗呢就滴到这个这个禾苗啊这个土上了，汗滴禾下土，虽知盘中餐，虽知道啊这一碗饭呢，这个这一个碗里头这个饭呢，粒粒皆辛苦，每一粒每一粒啊都很辛苦的。所以啊，那么由这看来，所以说济公多少，量比来处。二纯己德行，全其盈供啊，纯就是想一想，纯多纯多纯多纯的自己呀、啊、修行啊有什么德行啊，是不是啊一天净打妄想来着，是不是啊天天参禅打坐来着，是不是天天学习佛法来着，要纯己德行，要纯多纯多自己呀、啊、修行有没有德行啊，全缺应供，或者这个德行够了，或者是不够，那么我应这个施主的供养，我够不够德行，这叫二纯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第三呢，你要防备，要小心一点，小心什么呢？小心你这个心生出一种贪心了，离过，要很小心的，不要叫你这个心呢，好吃的东西就生出贪心，吃多一点，这也是个过，贪心的过，不好吃的东西呀、啊。就讨厌了就吃少一点，这是啊这个也是啊讨厌的心，这也是过，你贪心是过，不愿意吃这也是过啊，等为宗，你要啊这个好和不好都平等
好也不吃多一点，不好也不吃少一点，就吃饱了就是了啊，不要贪着贪好胃，这味道一好了啊，就吃多一口，这一下子就是贪心了。你看就这么厉害，这个修道啊，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呀、啊，在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起居饮食上啊，都要用功修行，找这个通道，不能在这个吃的饮食上啊，就来分别这个好和不好。所以啊，咱防心习离过，要离开这个贪的过和这个不愿意吃的这个过啊。贪等为宗啊，这宗旨啊。四正是良药，为了行苦啊。第四啊，我们吃这个饭呢，要拿它当药来吃啊，它能治我们这个恶病。咱们这个身体就像个机器似的，你吃给它吃点东西呀 啊，它就做一点工，好像这个汽车啊，你给他买一点嘎斯林放里头啊，他就可以跑路了。你没有嘎斯林，现在嘎斯林缺乏了啊，这个汽车也没有那么多了。你看那个公路上汽车比以前少了很多，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汽车少了就没有那么多车祸，没有那么多车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什么事情都有好有坏，离到你找得好，往好的地方说就有好处，要不往不好的地方说啊，现在听经的人都少了，你看没有卡斯林啊啊，这是啊。你要往好的地方说，那、啊、他们在家里不会有车祸啊，很平安的，哎，这不是很好的吗？啊，所以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两面的。这正是良药，为了勤苦。这个吃东西就是真正的药，真正的治我们这个饥饿的病的。所以啊，正是良药，为了勤苦。五呢，第五种啊，就是微成道业。我们吃饭为什么呢？要修行成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道业啊，应受此食。我们因为想要修道成道，所以要吃这个饮食，所以啊，受这个饮食的时候，就要有这五种的观想，受诸饮食当入服药，就像吃药似的。于猴于鹅啊，物生增减，对于这好的。味道好的色香味都非常的好，那美啊，看着就生了食欲了，一看这个菜啊，呦，那么青青绿绿的，真好吃啊，这个贪心出来了，在这喉咙里就伸出一个手来啊，到那儿就去抓这好吃的东西，这鱼好啊就生了贪心，鱼鹅就是那不好吃的，看着也难看，哦，看着很难看的那样子，一看就作呕了，不要说吃，那、就要吐了，这就饿。你不能不生这个分别心，啊，对这好吃的和不好吃的都是平等，啊，平等，不分别好不好，不分别好丑，所以修行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在这一点上呢就不容易修行。你说哪一个老修行能在这个饮食上不分别啊？啊，能在这个饮食上不生贪心，不生贪心，这就是合法了啊！你生出贪心，这就没有功夫了。所以呀、这个吃东西呀、这个不好吃的，你要能吃，那就是有点功夫了啊。那个好吃的你能少吃一点，那也是有功夫了。不过这个还这么说，要真正的有这种的警戒，不是说我故意造作啊，我装出来好吃的，我故意在
在大家面前表示我是老修行，我不吃那么多啊。等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拼命来吃啊，把肚子都撑爆开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就是修道的一个要点，就在这个地方。有人没有人都是这一样的啊，也不是说人多就做出一个假面具了，给人装模作样。你看我老修行，我不愿意吃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可以留着给你们吃啊，不好吃的东西我故意吃多一口啊，叫你们好认识我是个老修行，这都不对了啊。你故意造作出来的，你故意勉强弄出这个样子，又错了。那和那个贪不贪一个样的，一个样的是那么一样的价钱，一样的 price。所以啊，愈好愈恶，不生增减，也不生啊想要吃多一点，也不生啊那个不好的也不想吃少一点，就是啊吃饱了，这就是啊够了啊。所以什么事情啊，不要特别造作啊，不要故意装出一个假面具，那么给人家看。修道是给自己修的，不是给人家修的。你给人家看呢，那修道什么时候也不会有所成就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的，要我们吃饭会吃，睡觉会睡，穿衣服会穿。吃饭怎么样会吃呢？你要不会吃的就生出贪心，好的就吃的很多，不好吃的就不愿意吃了，这就是不会吃饭。你穿衣服好的，好的衣服你穿上100多件，不好的衣服你一件也不穿，这也是太过了。睡觉，你愿意睡的时候睡个10天20天，白天晚间就睡，入了睡觉三昧。你这个不愿意睡的时候啊，这眼睛啊睁得大大的，总看这个西岭，总看这个房脊，这也叫不会睡觉的啊。或者呀，像那个打麻将的似的，几宿不睡觉啊，他也都受着。他要不打麻将喽，叫他做一点旁的工作啊，他说我也很疲倦了，要睡觉了。这都是啊不相当的。现在就是啊，说我们吃东西就像吃药似的，能把我们这个饥饿的病治好了，不管呢这个味道好不好。那么在正果的圣人正了出果须陀环的果位啊，这个翻译的又不懂了啊。出果须陀环正的出果阿罗汉呢，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啊。他正出果的圣人呢，他走路脚不着地，脚啊上没有尘土啊。那么他吃东西呢，为什么他脚不沾尘土？因为他没有这个食欲了，没有色欲，没有食欲了，断了这个88品的见毁，见毁见着就迷毁了，这个88品都断了，断了，所以他走路啊，好像在虚空里一样的。他吃东西啊，也不管你味道好不好，他都是一样味道，不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了。不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境界所转了，他能把这个好和不好的味道都变成一个味道，变成一味，那么吃了，他就养他的生命，这是正出果阿罗汉能有这样的。所以你对修道的人呢，你看他吃好东西也这吃这么多，吃不好东西也这么多，没有一点的贪这个味道的这个思想，这种的行为，你知道这个人呢是
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不被他们所转了，这不入色声香味触法。那么现在这一段经文呢，就叫我们人呢对治这种的食欲的贪心。所以说虚得之身，就是啊，你能得到它支持你这个身体活着就可以了啊，以除饥渴啊，能啊把这个饥渴的毛病除去了啊。入蜂采花呀，就好像那个蜜蜂啊去采那个蜜的时候，它采这个花上的那个淡取其味，它是啊取那个一点点那花上的那个味道，那是花上的那种粉啊。不损色香，它对这花的烟色也不损害，对这花的香啊它也没有损害。比丘一耳，这个比丘吃东西啊也应该这样子啊，不贪呢这个好的，不要啊吃的太多了，就饿肚，饿的一天的时间去了100趟厕所啊，你说这多麻烦啊。受人供养，你受人供养的时候啊，趋之除恼，就是啊把自己这个饥饿的烦恼除去的就对了啊。无得多求啊，你不需要啊贪着好味啊，这个好饮食，坏取善心。你这个贪吃的多呀，把你这个善心所觉得坏了啊，就生出一种贪心呢，就有过了。譬如智者呀，求量牛力，所堪多少，多令过分，以解其力。好像啊，再举一个譬喻，就好像这个有智慧的人，筹量牛力，你一看这条牛啊，看这条牛有多少，有多大力量。比如这条牛，它能啊载这个1吨重的东西，你要给它2吨，它就拉不动了，没有那么大力量了。你这个肚皮呀、啊，只能吃一碗饭。你要吃这10碗饭呢，把这个肚皮也撑得不舒服了啊。所以啊筹量牛力，你呀、啊、知道这个牛有多大力量，所堪多少，它呀、啊、所能负担的有多少这个力量啊，不令过分的，不令它呀、啊、太过分了啊，是它负担不了那么重的这个分量，以解其力，令他把这个牛都累死了啊，累都累死了，他拉不动了吧，拉不动就解力呀、啊，令他力量都没有了啊，不要这样子。所以呀、啊，这个修道的对于饮食这方面呢，是特别要不止着这个饮食的滋味。所以啊，这个饮食不止着，穿衣服也不要止着啊，不要贪这个华美呀、啊、和这个不华美呀、啊、朴素，不要止着这个。睡觉呢也不要贪的，也一定要睡1天24个钟头，我要睡25钟头啊，你看要总要贪多一点，不要这样。这件事情就这么奇怪的。我想要讲什么呢？就最近在中国呀，大陆四川有一个姓唐的小孩子，这个小孩10岁，据报纸上说呀，说他会用耳朵来认字啊，不用眼睛啊。怎么样认法呢？他这个认还不用看见认，你把一个字写到这个一张纸上，
把这个纸啊搓成一团，然后他拿起来放在耳朵那一听，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念什么。这个字啊是用毛笔写的，是用铅笔写的，是用原子笔写的，是用钢笔写的，他也一听就听得出来。你们各位想一想，世间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啊？你要说有，有没有人看见过，没有人听见过？你要说没有，现在就有了这样小孩子啊，他就可以这么样听啊，就知道这个字的来源啊。中国的一些个糊涂虫啊，就用科学的头脑来研究这个问题。你说这简直的是啊，真是天地玄殊，天和地根本呢就不能相提并论的。可是啊，在全中国都是糊涂虫，没有人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就用科学来去研究它，化验它，又来考试它。这一弄呢，把这个小孩子就弄得糊涂了，因为他不是啊，这个不是属于科学所能明白的。所以你用科学的脑筋，用科学的方法，用科学的常识来研究它，根本就没有用的，根本呢就是大错特错的。